亲爱的同学们，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吴楚仁老师。啊、呃，在下面的时间，我们要一起看《希伯来书》这一卷书。《希伯来书》这一卷书，在新约所有的书卷当中，这一卷书是非常特别的一卷书。一方面是，嗯，弟兄姐妹第一次在读这一卷书的时候，这一卷书的撰写的方式，其中的内容。 啊，跟其他新约的书卷非常的不一样。第一，呃，作者在这个书卷当中有相当多旧约的背景、旧约的经文，因此第一次读这一卷书的人，多少心中会有一点问题：到底是什么样的读者，他会读这一卷书，就可以这样子读下去，读得懂？ 因此，在这我们这一卷书仔细研读分卷的内容呃之前，我们先有一点的时间来看看这一卷书相关内容的导论。在看导论之前，我想第一，我们就是先提出一些问题。换句话来讲，在过去这么长久的日子里面，读者们呃弟兄姐妹们，基督徒，不管是信主已经多年的，或者说出书信主的弟兄姐妹。 他们在读这一卷书的时候，他们曾经问过哪一些问题？那我们试着把这些问题稍微归纳一下，以至于当我们在下面讨论的时候，我们可以把这些问题慢慢的拿出来。解经的部分，呃或者说分解经文的解释，我们可以放在后面经文讨论的时候，我们再回来仔细看它。不过一般性的问题，若是我们可以先收集，这样子会让我们在看这一卷书的时候。 啊、呃，比较容易抓到啊、呃。第一，那些别人问过的问题，或许这也是我们的问题，这个帮助我们回答问题，也抓住一个好的啊、呃、读圣经的录像。因此，呃，先把所有这些弟兄姐妹他们读这一卷书曾经有过的问题，把它先收集一下。第一，这一卷书它非常的奇特，奇特在哪里呢？第一，作者他在这一卷书当中撰写一个基督徒。 呃，来到神的面前那个暑天的历程，他把它描述成为一个仿佛看不见，在一个看不见世界当中的行程。这个书卷当中有许多的用词，呃，几乎我们可以说，在其他新约的书卷当中，我们都没有看到其他新约的作者如此的用它。啊、呃，作者在他的书卷当中提到。 耶稣基督仿佛是带领所有的信徒，在他，在他生命还在地上的日子，那个那个信仰的历程，好像是一个走一条路，走一个信仰的历程啊、呃。我们啊、呃，可能在教会历史当中听过有这样的一本书《天路历程》。事实上，当然基督徒在信主之后，他们并不真的走一条路，可是他们那个与主的关系。 在生命随着他遭遇不同事件的时候，他们的回应仿佛就构成一条走天路历程。这个天路客在其中，他需要学习如何应对，他的反应就构成他生命历程的一个部分。好像一个旅人走在他生命的行程当中，他继续不断的有意外，他继续不断的有困难。希伯来书的作者把基督徒的一生描述的好像是一个。 走在，走在行旅，走在呃旅程当中的客旅一样。这个当然，在所有新约的作者在描述基督徒生涯的时候，当然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描写方式。更不必讲说，基督徒信仰的经验是与那位在天上圣所的大祭司持续不断的保持密切的连接。天上的圣所，天上的大祭司。 这些用词在整本新约其他的书卷当中，我们几乎都没有看到。啊，严格来讲，我们应该说是没有看到，啊，还不是几乎没有看到，是没有看到。那因此，我们当然就非常的好奇，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到底是站在一个什么样的经历上，以至于他可以描述基督徒啊、呃、属灵的形成，描述他与主的关系是这样。 第二，当然，呃，苦难的问题，这个是第一世纪教会，呃，基督徒在他个别人生的历程当中，或者整体初代教会基督徒所必要面对的，呃、几乎我们可以说信仰的最基本的问题，在那个大环境当中，基督徒如何在一个对圣经信仰，或者说对神。 基本上来讲，是一个不友好，甚至是敌对的大环境当中，维持住自己的信仰，并且保持着一个与神亲密的关系。呃，我们可以理解，若是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像一个牧人的话，弟兄姐妹在难处当中，我们我们大概不会责怪他。若是他碰到弟兄姐妹来到他的面前， 因着自己在走着人生天路的历程当中，所有碰到的这些难处，若是弟兄姐妹他们遭遇逼迫走不过去了，若是这一卷书的作者他说一些比较和缓，或者说稍微放松一点信仰立场的话，我想啊、呃，我们站在一般人的立场，我们我们会体谅呃。 唯有你真正看到一个受苦的人，差不多要走过去，呃，我们可能会想他说话可能那个立场不会那么不会那么严格。不过，当我们在这一卷书好几个篇章当中，第六章不必说，第十章，他把基督徒在走天路历程的过程当中，紧紧地抓住我们信仰的盼望这件事情，描述得仿佛是一个，嗯、呃。 没有办法妥协的抉择，在生命的每一个历程当中都是这样一个没有办法妥协的抉择。因此，希伯来书的作者对他的读者说，几乎我们用现代的话来讲是：既然面对苦难，那你就，你就面对他，做你该做的决定。啊、呃，我们实在是佩服希伯来书的作者，帮助他的读者们面对苦难，面对。 凌晨当中许多困难的时候，他是是这样子的，直言不讳。第三，呃，就好像第二一样，有一些话是不容易说的，可是作者还是说得一点都不模糊。第三，呃，这一卷书当然相较于所有新约其他的书卷来讲，这一卷书着重一个。 关于基督论的特点是，其他的新约书籍当中没有说的，这一点也是非常的特别。在新约当中描述耶稣基督生平的时候，好比说，哦、当我们看马太、马可、路加的时候，特别是马可福音描述耶稣基督生平的时候，把耶稣的生平，特别是马可福音把耶稣的生平描述的好像是呃平铺直叙，直接从加利利开始侍奉，经过中间的路程，一路走到。 南方的犹大神最后进入耶路撒冷，在最后一个礼拜，经过最后一个礼拜的时间，就被定死的。讲，呃，耶稣在地上的侍奉，呃，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福音书把耶稣的侍奉描述的，好像这个人成为肉身来到我们当中，主要的侍奉就是要完成一个从从死亡经历死亡。 复活升天这么样的一份侍奉，耶稣的侍奉仿佛就是要走过这个死里复活的经历，完成一个代鼠的救恩，使人有机会借着这个代鼠的救恩来到神的面前。仿佛耶稣的侍奉，在这福音书当中，我们第一眼看过去的时候，呃，大概我们都会得到差不多一致的印象，就是。 福音书的作者把耶稣基督的描述，他所他的事工所成就的结果，就是成就了一个从死里复活的生命，从死里复活的救恩，以至于信徒论到耶稣基督，想到他所成就的事情的时候，就是那个成就为我们代赎的救恩。不过，希伯来书的作者同样在描述耶稣基督的生平。 同样在描述耶稣基督在世上的侍奉，他不是像其他的圣经当中其他新约的书卷，圣经其他新约的书卷仿佛给了我们一些初步的印象。当然，希伯来书的所说的真理，并不是只有在希伯来书当中才说，只不过是因为分散在许多新约其他的书卷里面，以至于我们在希伯来书当中。 我们看到的这个真理，在其他的书卷当中是穿插在不同的经文当中，没有像希伯来书这么清楚的呈现。呈现什么呢？呈现那个肉身来到我们当中的耶稣，他走完世上的日子，成就了一个以死代赎的救恩。希伯来书继续往前说。 所有其他的书卷的作者给我们一个初步的印象，好像论到耶稣基督的救恩就讲到这里。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给我们一个很有趣的，或者说极具挑战性的，让我们思想一个可能在其他书卷，特别是特别是保罗书卷啊，我们习惯于保罗的书卷讲到阴信称义，讲到成圣。希伯来书的作者。 鼓励他的读者继续问一个问题：那个已经成就十字架救恩的耶稣，他成就了十字架的救恩之后，那他继续的侍奉是什么呢？我们过去可能想到耶稣基督的侍奉的时候，我们想到他在肉身，他在肉身啊、呃、来到地上，他具备了一个肉身，与我们相似。 以至于他可以用人的方式做成一个代赎的救恩，啊，这个我们在其他的新约书卷当中我们都非常的熟悉。不过，当我们继续要问说，那个已经成就了十架救恩的耶稣，那个已经成就了让信徒可以因信得着称义蒙恩的福音之后，那个那个经过十架之后的那个耶稣，他与信徒的关系是什么呢？ 他还有继续的侍奉吗？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一点上来讲，的确比其他新约的书卷的作者在这一点上往前再推一些，让我们思想我们所信的耶稣不是一个已经成就的救恩，然后就仿佛哈，在我们的在我们的想象当中，然后就仿佛他已经去到父神那边。 啊、呃，跟我们呢是蛮遥远的。希伯来书的作者要鼓舞我们继续的思想，借着圣经的解释，借着他的说明，要让弟兄姐妹有一个全备的认识。即便是他已经成就了一个从死里复活的救恩，他今天的侍奉仍然与我们密切连结。正是因为这个继续与我们连结的救恩。 会鼓励他的读者，他的读者在信仰的逼迫当中，会鼓励他的读者在困难当中知道我们所信的主离我们不是远的。因此，是这三方面我们在读这一卷书非常有趣的地方，也是历来一直不断呃弟兄姐妹在读这一卷书会问的问题，会想到的地方。 因此，根据这三个面相，因此我们啊、呃，按照一般书卷我们的导论，我们就继续往下走。我们会先看一部分，然后另外一个部分，我们在下一次的时候，我们会把后面的部分把它读完。啊、呃，第一个部分我们要思想的是这一卷书的正典性。啊、呃，新约的每一卷书，它被放在新约的书卷当中啊。呃 它既然被放在新约的书卷当中，这就是我们所谓正典的意思。换句话来讲，它成为神全部启示当中的一卷书。希伯来书这一卷书什么时候成为新约正典的呢？当然，当我们在读这一卷书的时候，你很快就会发现，这一卷书相较于保罗书信的话，这一卷书显然有非常大的困难啊、呃！读者们在 第一次读这一卷书的时候，会把这一卷书当做一卷正典。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第一，它的确不像其他的书卷，特别是不像保罗书卷，在书卷的一开始有这个书卷的作者或者说这个写作的人，在书卷的一开始仔细的介绍他自己在信仰当中是不是有有什么职分。 像保罗有一个很清楚的职分，他是耶稣基督的使徒。他也没有什么太多的资讯在这一卷书当中，让我们可以认识这个作者是谁。问题是对初代教会来讲，不必讲说今天的我们了、啊。对于初代教会的弟兄姐妹来讲，作者以及与作者亲密关系的同工，这个关心。 是教会接纳这一卷书成为正典书卷的一个重要的凭据。既然作者是初代的教会判定这个书卷是否归属于正典一个重要的凭据，因此你就不会觉得奇怪啊、呃！在前面两三个世纪，教会是花相当多的时间打算。 借着判定这一卷书的作者是谁来确定它的正典性，东方教会事实上很早就认为，啊，至少这样说，这一卷书的作者是保罗，好借着这样的方式确认这一卷书的正典。西方教会稍微迟一些，不过基本上来讲也不过迟了一个世纪。事实上，关于这一卷书的作者是不是保罗？ 呃，一直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一直都有学者有传道人对于这一卷书的作者真的是保罗，有若干的存疑。不过，因为事实上这个因为是从很早的时候就开始了，因为要将这一卷书留在正典的书卷里面，因此尽管初代的教父、历代的传道人当中，多多少少都有人提出。 这一卷的书的作者应该不会是保罗才对。不过，因为很早的时候，这一卷书的正典性已经跟他的作者连接在一起，因此，如果要确定这一卷书是留在正典书卷当中的话，大概就非得确认这一卷书的这个作者是保罗。一直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 呃，教会才开始把这两个观念区分开来。即便我们实在没有足够的理由确认这一卷书的作者是保罗，也不伤害这一卷书作为正典书卷的一员。换句话来讲，呃，直到现在为止，我们仍然不能够确知这一卷书的作者是谁。不过，这一卷书的正典性。 并不因此就跟他的作者非要放在一起讨论不可。呃，正典性没有争议，不过这卷的书的作者争议仍然不断的持续下去。隔了这么多年的时间，关于保罗是这一卷书的作者，呃，这个争议我们说了一方面，一开始的时候是为了保证这一卷书的正典性。 不过，当我们看一看这一卷书的时候，我们发现，事实上这一卷书的作者如果真的是保罗的话，那的确在若干的地方就需要更多一点的理解。为什么会认为是保罗呢？第一，呃，在新约所有的书卷当中，无疑保罗确定是一个呃多产的作者，呃，神也的确拣选他的仆人，将他的启示很精准的留下来。 在希伯来书当中的确有若干的主题是跟在保罗书信当中我们常常看到的主题啊、呃、非常相近，而且频繁出现的。论到基督参与在起初创世的工作当中，论到基督虽然为儿为神的儿子，可是却卑微的以人的方式死在十字架上，并且伸到父神的右边。啊、呃，基督为信徒带球的主题。 甚至在新在整个希伯来书当中，最后论到新约代替旧约这个呃重大的议题。换句话来讲，人来到神的面前，原来律法它是它是软弱无益的，律法它是一无所成的。希伯来书在这一点呃说了比保罗书信还更清楚。不过这个主题在保罗书信当中我们也看到。 因此，就是因为有许多的希伯来书的主题也出现在保罗书信当中，这也是为什么这么多年来，虽然学者们、传道人都觉得这卷书的作者如果是保罗的话，大概啊、呃、大概会有问题。不过，因为有这些主题的相近，以至于这一个保罗的这个这个作者的身份，一直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时候，才正式为教会放弃为什么呢？ 教会的理由是这样在这一卷书一开始，啊，特别是在第二章第三节的地方，啊、呃，这一卷书的作者描述他是怎么样听到福音的。他说：“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这一卷书的作者描述他是一个怎么样听到福音的人，他仿佛是一个第二手经由别人把福音传给他的人。 这个确定不是一个保罗论到他自己怎么蒙恩的口吻，保罗总是在描述他自己怎么样成为一个基督徒，或者成为蒙召成为一个传道人。他毫不隐晦的直接明讲，他曾经在大马色的那个经验，他是直接从主领受，他所领受的信息也是神直接的启示。因此，这卷书的作者他会用这样的口吻说：“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 这卷书的作者，他这样子的描述方式，确定不是保罗的口吻。第二，也让我们多少有一点质疑，这一卷书的作者会不会是保罗？一方面是因为，嗯，我们说在这卷书当中，作者他描述他自己蒙恩的经验。第二，也是我们刚才说过的，保罗在他所有的书卷当中，特别是那些在教会当中拥有争议事件的那些书卷。 保罗通常来讲，在他的书卷一开始的时候，他是非常清楚的讲述他自己是这个书卷的撰写者。不但如此，在很清楚的论述自己就是这个书卷撰写者的同时，他往往也留下自己在神的面前所得的那个职分，就是耶稣基督的使徒。这一卷书的作者在这一卷书一开始的时候，没有保罗书信的这种明显的特征。 这也让我们多少有一点怀疑，这一卷书的作者真的是保罗吗？历史历代已经有许多的传道人学者问了差不多相同的问题了。第三，这一卷书的作者他所用的词汇也显然跟保罗不太一样。虽然我们刚才说了有一些主题仿佛平行于保罗书信啊、呃，我们会看到的一些主题。不过作者在这一卷书当中所用许多的智慧。 这些智慧都不见都不见于保罗的书信，不单是这样，作者选用的希腊文的描述方式也跟保罗非常的不一样。就是书卷的架构，大概是读的人，你读第一次，你就会发现跟保罗的书卷的架构是非常不一样。保罗大部分的书卷，如果不是说全部的话，大部分的书卷，啊、呃，他的书书信的这个结构呢，基本上来讲是比较简单的。 除了像哥林多前书回答教会来教会的问题之外，绝大部分保罗自己的书卷给个人也好，或给教会也好，多半都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讲论信仰实质的部分，我们说生命或者说理论；另外一个部分讲论生活方面。换句话来讲，这样的信仰跟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呢？这卷书的作者。 他选用描述的这个结构方式呢，跟保罗书信非常的不一样。他频繁的交替使用解经劝勉、解经劝勉、解经劝勉这样的方式。换句话来讲，保罗在他的书信当中，他把所有关于耶稣基督救恩解释的部分都放在他书卷的最前面。我们说理论的部分，或者说解经的部分。 然后他把关乎这信仰应用的部分放在书卷的后半部，因此保罗的保罗书信往往具备有这样的特征：前面一半是讲生命，后面一半是讲生活。希伯来书的作者显然在这个架构上非常的不一样，他是解经讲道、解经讲道、解经讲道交替用这样的方式。 既然作者他的词汇不一样，结构不一样，他强调的神学重点相对来讲也非常的不一样。我们刚才已经稍微说一下，希伯来书的作者在他这一卷书当中特别强调关于基督论的一个重心，是所有新约其他的作者都没有讲述的内容，就是基督是我们在天上圣所的大祭司，基督。 是祭司，基督是大祭司，这样子的描述我们在保罗书信当中没有看到。保相反的，保罗书信所对于基督论常用的名词，好比说在基督里，好比说因信称义，好比说恩典与行为这样子的这样子理论应用、生命生活的这种方式，讲肉体，讲圣灵。 保罗在他的书信当中，显然这样子的书写结构，在希伯来书的作者他不是这样书写。因此，当我们在看希伯来书，同样在平行描述保罗所说那个从死里复活这样子的经历，基督的行程的时候，希伯来书的作者描述的是基督他已经升过，升上高天，坐在父神的右边。 因此，就是因为这样的理由，所以当学者们认为当保罗作为这一卷书作者是不合适的时候，我们就回到原点。若是这一卷书的作者不是保罗，那我们就接受一本书，我们不知道它的作者是谁，可是它仍然可以是正典的一个部分。这就带我们回到在保罗的书信当中论到圣经说，说圣经都是神所漠视的。 一卷书，尽管在新约所有其他的书卷，我们多半都知道作者是谁。可是在这里有一卷书，我们对于它的作者不清楚。可是我们仍然可以接受它是正典书卷的一员。我们下一次我们继续呃思想导论的这个部分。啊哎哎哎哎哎